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阿玩公金仔，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气管系的教师佘建元。我们今天呢这一讲呢，要继续来跟大家讨论需求函数跟需求弹性。我们要来讨论呢其他因素对需求线的影响。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广告的效果。我们前期讲有谈到什么叫做需求线。需求呢我们首先现在来谈什么叫需求。我们之前有讲过，需求呢是消费者愿意且能够购买的数量，在一个年的期间、一个月的期间或在一天的期间，平均来说愿意且能够购买的这个数量。那我们说呢，这个需求量呢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那通常呢在经济学呢，我们一开始呢会讨论这个价格对这个需求量的这个影响。那我们当讨论价格对需求量的影响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其他因素不变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画出这个需求线来就可以画出需求线来。那我们在之前的讨论呢都是假设其他因素不变，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开始讨论，如果其他因素变动的话呢，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现象，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形，我们该怎么样来理解。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其他因素呢，第一个是广告的效果。首先呢我们现在谈谈说，如果其他因素变动的话呢，我们要怎么样在 2D 的图上面呢呈现这个其他因素变动的影响呢？我想大家可以回想我们在数学那一讲呢有谈到说，怎么样呢在一个 2D 的图上呢来呈现一个多变数的函数的关系。我们说如果你 care 的是 P 跟 Q 的关系，T 跟 Q 的关系，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呢，你可以画出一个负斜率的需求线出来。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那如果其他条件的变动的话呢，那怎么办？我们就说我们可以画出不同的需求线。我们可以画出不同的需求线。那在不同的需求线呢上呢标示出，这三条需求线呢代表其他因素呢有某一个其他因素呢它的值呢带不一样。那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广告吗？我们就可以说，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呢 ，P 跟 Q 价格跟需求量呢有反向的变动关系。那第一条呢是给定广告总支出，这个产品的广告总支出是70万的情况下。那第二条呢是这个产品呢，所有的人呢，对这个产品呢所产生对这个产品的广告总支出是90万的情况下。第三条线呢是广告总支出110万的情况下。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呢，在这个图上面呢，随着广告总支出的增加，所有厂商在这个产品上呢，所有整个广告投入的总支出增加的情况下呢，这个需求线外移了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讨论其他因素变动对这个需求线的影响。那每一条个别的需求线都表示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跟数量有反向的变动关系。那当这个其他条件变动的时候，我们就拉动这条需求线。一般来说呢，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来讨论其他因素变动对需求线的影响。那我们接下来谈谈广告怎么样来发挥效果。广告为什么会能够拉动需求线为什么能够拉动需求线？你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好像很直观啊，广告吗？就做广告，人家就消费者的意愿就会增加啊。可是为什么消费者的意愿会增加？这个身为一个管理学院的学生，其实你要了解这个事情经济学者呢，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谈广告为什么会能够拉动需求线，会刺激消费者的意愿呢？基本上呢，我们可以分从两种情况，两种 idea 来谈。第一个呢是叫做资讯性的效果，也就是说为什么广告可以拉动需求线，广告可以刺激消费者的意愿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广告呢跟你讲这个产品的讯息，这个产品的消息带给你资讯，所以这个呢叫做 informative effect。 那另外一种呢，为什么广告呢可以增加你的这个增加消费者的意愿，可以拉动需求线，我们说呢这个叫做 persuasive effect， 说服性的效果说服性的效果。那资讯性的效果为什么我要做这两个区分呢？资讯性的效果跟说服性的效果呢，你就想说广告吗？就是刺激消费者的意愿啊就是刺激消费者的意愿，为什么还要区分一个叫做给你资讯，一个叫做说服性的这个概念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区分呢？其实是有点道理的。资讯性的效果是讲什么呢？广告为什么有效？因为他把一个新产品的性质特征传达给没有接触过的新客户
哦，也就是说，哦，你想想看，你今天要去买，举例来说，比如像个布丁，哦，一个布丁，哦，或是优格，哦，如果你在家乐福的这个货架上找，看到一个哎新的这个优格啊，你没吃过啊，你觉得你会去买，会不会去买？我相信大多数人在经历艰苦的抉择之后呢，哦，很多人有选择困难了，啊，牌子上一大堆优格，不知道要吃哪一个，你还是会买自己吃过的习惯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吃过的不习惯的，你不知道吃下去会怎么样啊，它是酸的，它是甜的，哦，或者说它很酸，哦，或者它没有那么酸，哦，你会怕啊，你会怕说啊买错了啊，买错的话呢可能觉得浪费钱就算了，另外的情况是说你会觉得啊买错了啊，吃了一个不喜欢，那第二个第三个就会摆在那边，那，啊，就会浪费嘛，啊，浪费你也觉得怪怪的嘛，哦，所以你也不喜欢这个样子啊，结果就是说哎，你没吃过的你会怕有这个问题，所以你就不敢买，哦，你就不敢买。那什么情况下你会买？哎，有个广告跟你讲说，哎，我跟你说它的酸是怎么样的酸哦，它的甜是怎么样的甜，它是什么无糖的哦，它是有糖的，它是非常酸的哦。那广告如果跟你讲了稍微多一点点，虽然你没有尝试过，可是呢，你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资讯，知道它是多酸哦，它是多甜。那 maybe 或许你就懂了这个产品一点点，多懂一点点呢，那你就会多想要。你就多增加你的意愿或多增加你的几率去选购那个产品，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呢，所谓资讯性的效果，广告之所以有效是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跟你讲这个产品的资讯。那为什么我刚刚说到为什么经济学家要做这样子一个区分，哦，因为这个区分是有意义的。如果广告呢今天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是透过这样的理由让你增加消费者的意愿，那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这个消费者呢，市场上的消费者呢，如果完全都了解你的产品了，那表示这个时候你做广告有没有效果？如果你的广告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来增加消费者的意愿的话呢，如果今天这个市场上的消费者呢，大多数的人呢都已经试过你们公司的产品了，都试过这个产品了，那你做这个广告呢，基本上就是把钱砸到水里面去。哦，所以我们说你要去了解广告为什么是有效果，透过哪个渠道发挥效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广告发挥效果的作用呢，是透过这个资讯性的效果，那当市场上大多数的人都已经认识你们公司的产品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再花钱砸广告。哦，在2002、2003年的时候呢，有个期刊的论文呢，他们就在谈这个事情，哦，他们就去研究那个美国的一个优格，哦，他就在想说这个优格的广告呢是怎样发挥效果的，是不是透过这个资讯性的效果。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广泛的调查，那针对呢有吃过优格的人跟没吃过优格的人，一个新品牌，有吃过优格的人跟没吃过优格的人，然后再去看呢他们有没有看过某一个广告，然后去估算说呢，哎，不同的这个人呢，他们在广告上刺激他们购买意愿上有没有显著的不同啊？答案是有的，他们发现呢，有吃过这个品牌的这个优格的人，基本上优格广告对他们就完全没有效用。可是呢，没有试过这个优格的品牌的这个消费者呢，哦，我们说这个叫做没有经验的消费者，哦，没试过的这个人呢，哎，广告给他们的效果就非常的大，哦，非常的大。所以他就做到结论啊，哦，所以在美国呢，这个牌子的这个优格呢，是他们透过他们的广告呢，之所以发挥作用，是透过这个资讯性的效果。那这个东西呢，对行销人来说就非常重要啊，对不对？如果你知道你的广告是透过这个资讯性的效果，让消费者去了解你这个产品的特性，了解你这个产品的这个各种的性质而购买你的产品，你的广告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提供资讯的方式来刺激消费者的意愿。那当消费者都认识你们公司产品的时候呢，你就不应该再继续花钱做广告，哦，就不应该继续花钱做广告。可是呢，广告呢，同样它也有可能透过另外一种方式发挥作用，这个叫做说服性的效果。哦，说服性的效果，哦，说服性的效果呢，哦，大体上来说，在那篇论文呢，它有说到，如果广告呢是创造个品牌的形象，打造一种呢，哦，使用这个产品就是有特定特征的人的这个象征，哦，那这样子它可能就不是，也就是说，这个广告呢之所以发挥效用，能够增加消费者购买的意愿，不是只透过给你资讯，而是游说你说这个产品真的比较好，不是透过这个资讯。那怎么样游说说跟你说这个产品比较好？那可能是透过创造出某种特征，然后跟人家说，哎，你买我这个产品了以后呢，你就是某种人。他可能是透过这个样子。那说呢，如果是这种类型的广告的话，即便你这个消费者呢是已经知道这个产品了，广告持续下去还是会有作用。
哦，广告下去还是会有作用，因为它不是只告跟你讲这个产品的特征，这个产品的性格，而是还有其他的因素，让广告就会持续还有新的作用。那哪些类型的产品呢？他们的广告会有这种特性呢？哦，比较 C 牌的东西嘛，哦，我们在前面几讲在讲这个奢侈品的或炫耀品哦，我们在讲炫耀品的时候呢，讲到啊 C 牌的名牌包啊，哦，他们的广告呢，基本上就会透过这样的作用在，透过这样的渠道在发挥作用的。什么意思？大家回想我那时候在讲这个炫耀品的时候，我说消费者为什么会愿意花大钱来买 C 牌的或 G 牌的名牌包？是因为这个名牌包比较耐用吗？是因为这个名牌包防水吗？是因为这个名牌包比较漂亮吗？很大的一个理由是尊爵不凡嘛，对不对？啊，为什么你要买这个名牌包？因为尊爵不凡啊，因为这个东西表示买这个东西表示我是有钱人啊。那这个有钱人的形象是怎么出来的？透过不断的广告嘛。哦，透过不断的广告去塑造说，哎，你买 C 牌的东西，你买 G 牌的东西，表示你是有钱人，表示你是 maybe 有品位的人，maybe 有品位的人。哦，透过不断的广告去砸出这个形象来。所以，当你买这个产品的时候，其实你是因为要尊爵不凡。那这个尊爵不凡是哪里来的？是广告来的。哦，所以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这么说了，为什么你要买 C 牌的东西，买 G 牌的东西，为了尊爵不凡，而你在买这个 C 牌的东西跟 G 牌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你是在买它的广告，买他们这个广告所塑造出来的这个形象，哦，买他们这个广告所塑造出来的这个形象。哦，那我们最后呢，再问大家几个问题，哦，比如像大家知道，哦，接下去要选举了，哦，接下去要选举了，那政治人物呢，这个做各种政治行销活动，哦，这也是一种广告，哦，这也是一种广告。那请问大家觉得政治人物去菜市场拜票，哦，这个钱呢也是一种行销活动，这是一种广告。这种行销活动，请问你觉得有没有效果？你觉得有没有效果？哦，这个呢，根据过去我自己做的研究，哦，也包括说英国有些学者他们做的研究，他们发现，哦，这种拜票呢，哦，这个在英文上叫做 canvassing。那这种拜票行为呢，哦，这种拜票行为他们发挥是有效果的，哦，是有效果，是确实能够增加选民啊，哦，我们这边也可以讲说是消费者嘛，哦，购买意愿，那这边拜票讲的是增加选民的投票意愿，投给这个消费，投给这个候选人的这个意愿也会增加啊，它效果你觉得是从哪个渠道来发挥作用的？哦，他们的看法是说，发挥作用的渠道呢，哦，是透过资讯性的效果。也就是说，他们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去菜市场拜票这件事情，哦，或者去敲门敲人家每一户每一户的选民，跟他说，哎，我是谁谁谁，然后讲个30秒啊，请支持我，哦，这样的事情是有效果，可是它的效果只针对新人有效，它只针对新人有效。哦，就是我们台湾在讲的见面三分情，然后什么叫见面三分情？有些时候我没看过你，我也不知道你这个人怎么样。哎，啊，看到广告都是你在电视上的形象，可是当见到面的时候呢，选民看到这个候选人，看到这个候选人这个样子，哎，对他稍微了解一点点的，有很多不是透过嘴巴讲，是透过人与人之间接触讲的，传递给他一些关于这个候选人的特性。那这个东西呢，会让选民呢降低投给这个人的不确定性。哎，我就更了解他多一点的，所以就会增加给他的投票意愿。那对于新人来说，我不认识你，你来找我拜票，所以我会愿意投给你。可是呢，如果你今天是已经是现任者了，哦，现任者你已经做过了4年了8年了，大家都认识你了，这一招就没有效果。哦，所以过去我的研究呢，还有那个在英国的一些研究说，这个选举拜票这件事情呢 ,conversing 呢，哦，他们是有效果，可是他们是一种讯息性的效果。哦，这个非常有意思，哦，这个非常有意思。哦，好，所以这边呢跟大家讨论的其他因素，哦，主要讨论是广告呢，哦，为什么会对刺激消费者的意愿，哦，为什么会能够拉动需求线有作用。我是中山气管设计员，我们下次见。